今天要到 ATT for fun 的 Beef King。 Beef King 呢是专门吃和牛的专卖店。 ATT for fun 的10楼之2，我们从这个门进来，先去找电梯，往前就会有 elevator。哦，这里烟味好重。两位，这里也有包厢。我们今天就是吃和尚头，看这个山叉肉，好可爱的雕塑鸟。哇，它这边分量都是固定的，然后就是七份肉跟一个海鲜盘，对，那选择的部分就是选饮料就可以了。对，麻烦帮我选饮料也可以。Edmond， 你先看一下饮料。就是套餐这些都固定不能选嘛，那就是看饮料能选而已。所以甜点也是固定的。对，这是豆花或是冰棒酱。我想要请问一下，这个冻咸七是什么？它是雪碧加紫苏梅，喝起来咸咸甜甜的。你说你要选冻咸七哦？对啊。哦，那我要热咖啡。好，美式的可以吗？对。那午餐的话要白饭还是和牛卤肉饭？我要和牛卤肉饭。好。你嘞？选项是什么？白饭或和牛卤肉饭。和牛卤肉饭。可以看到，套餐的价位有很多种，那我们选择的是2600搭配价1000的。座位竟然正对厕所，那就来看看吧。如果男生呢，就往布帘这边走，女生可以使用左手边的2间。不是免治马桶，但是使用后的冲水是按这个钮就可以了，在马桶后面是找不到的。这种靠窗的位置呢，可以来看一下，现在都还没有人。它其实看下去的景就是一片空地，但是这个角度是可以看到一部分的101的。主厨强力推荐的香辣脆是什么呢？来试试看，主厨强力推荐的。点2680的套餐，第一个是双酱五花牛，第二个是松板猪，第三个是台湾的樱桃梅花猪。
后还有菜盘里面好像还有一块鱼肉哎、就是龙胆石斑鸡，我的美式咖啡跟冻柠七。先把蔬菜丢下去，这些可以等它久一点，然后放那边比较鲜甜。这有一点点火候，你相信我，真的。好，我先吃这个叫三叉肉。海鲜的部分，对对对，海鲜都到了、哦，还有海鲜，好。闻起来有肉香。是花枝姜吧，你可以去看一看它有什么酱料。我不用酱料啊，这个是麻辣锅。其实有那个吗？泡汤面包，没有把老汤。有啊，这个啊。哦，你的方便面都不会变太烫吗？不会啊。你也知道我之前被烫过那么一次，我现在很怕那个东西。你还记得吗？嗯。那个时候。东南方庄园嘛。对啊，整个火锅翻倒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整个胯下烧伤，然后呢，直接在他们的那个洗手间里面脱裤子。是，我就把它放旁边，我就很害怕。有一些如果是猪跟鸡，你就要把它弄全熟。我知道啊，你放心啦，我都弄全熟，除了牛肉以外，我牛肉喜欢吃生一点点的。我都丢了挺多块龙胆石斑鸡的。我不吃，因为我刚只丢两块啊。它难道全部粘在这了吗？不知道。它这种肉好嫩哦。你说鸡肉哦？超嫩的。滑，你知道吗？到底为什么叫龙胆石斑？我真没吃过这么嫩的鸡。那你不要看太熟了。看看，滑不溜溜的都夹不起来。要蘸酱吗？应该要。算嫩，但是也不是嫩，它是好奇怪的口感，感觉。哦、嗯。干嘛？那个、啊。噔噔噔噔。小三。你们那也很太不像了吧？我这个很熟，那也太不像了吧？整个走音耶。我唱歌从来没有准确过。它这个好像也不是软嫩，它这个是什么口感？我感觉它好像先处理过。因为麻面我们弄的时候它黏黏的，我觉得它是先揉过淀粉吧。我觉得它冷，可能输水过。
不知道。至少中枢给鸡的口感我都会。就是它是用鸡胸肉，但是是处理过，吃起来超嫩，但是鸡胸肉。就它不是嫩的口感，它可能是很素嘛，就是好难形容。但是还不错，如果来那个，不要点套餐，你想要吃到饱的话，它哈 A 五和牛无限放题的话是用餐。120分钟，然后它2499元的只有三叉，要吃到3799才有我们刚刚吃到的和尚头。那如果你点2499，只有这三种部位加上后面这些可以吃到饱，点到3799才有六个部位吃到饱。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个叫做神领域和牛餐的。这就是，晋江牛699元吃到饱的，就有七个部位，再加上一些美国判等级的美牛、伊比利猪，然后还有更皇家御用的伊藤松板牛，一个人就是大概10000出头了，就是吃这些好的部位。再加上一些美牛，哎，这个如果全家三个人来吃，就是30000多块。不会啊，它辣的不会辣，而且它双酱五花牛也超好吃的。再试试看樱桃梅花猪，发现它有个重点，就是它的肉都切得很薄，然后等到你。你把它弄熟之后拿起来看，其实是薄薄一片纸，但是又不会马上裂开的那种。你要青菜吗？我把青菜放在你妈妈这边，高丽菜。高丽菜。高丽菜。要不然我要全部吃掉。所有的那个。放一片就好了。啊？放一片。这样。还没是一片，放上就差了。我想说，贸然就花。大钱来吃吃到饱，怕会像是有些店一样，吃完发现它的肉质不是很好，所以还不如先点个套餐试试看它的肉的品质。如果觉得真的很划算，就然后是你喜欢吃的那种，你就可以大钱花下去来这边就是吃到爽吃到饱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你们家战斗力很强，然后又很爱吃和牛的话，我觉得很可以来这边点吃到饱。我再试试看小麦薯片，也是超饱的。有烧肉和牛吃到饱就能吃吗？没想到。有啊。有。肉翅方不是就是王品的那个？看起来是吃过肉翅烧肉和牛啊。我吃过肉翅，但是它的和牛不好吃，没有很令人惊艳。那有没有什么那种牛舌吃到饱？不差啦，你就去那个，它有牛舌啊。没有说有没有东有那种牛舌横膈膜吃到饱，那种的。肉翅方的横膈膜没有干杯好吃，然后它的牛舌也就是还好，就是我觉得干杯的肉还是整体来说比它好吃，但干杯没有吃到饱。你要吃到你这个人能饱的话，太多钱，那你可以就是花大概598、698、798的价格去体验一下，去肉翅方。吃它的和牛，有牛舌，可以吃到饱。嗯，你就是说，方有牛舌，它有牛舌吃饱，其实没有那么好吃。没有像干杯的那么好吃，然后它也有横膈膜，但它也没有像干杯的那么好吃。嗯。哎，自从你真的在日本本地吃过当地的和牛之后，你就会，你说接下来吃到的牛，就觉得哦还不错哦，就不会再有那种当初那种在吃哦。噔噔噔噔噔，有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音乐走的那么严重。没有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真的，真的已经就是牛肉界天花板了，反正我们已经碰过那个最高的高度了。那你就回不去了。不是说觉得其他肉不好吃，而是说就我们已经知道大概最高在哪里，就
就已经不可能再有那种惊艳的感觉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吃过最让我们感到那种哇的一个东西了。然后这杯真的好喝，我把这个什么酸梅吃，加上还有一点气泡的口感，而且又甜。你就买雪碧或七喜，再加梅子或酸梅汁。那个七喜，还不知道七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咸七啊。那个咸就是指酸梅吧？酸梅就是酸吗？为什么是咸？哎、为什么肉不见了？它的每一盘肉都好吃，而且我吃到饱了。因为我们会觉得好吃，是因为套餐有限，吃完就没了，所以你会觉得啊，好啦。啊，如果是吃到饱的话，你可能吃到饱一直吃牛舌也就没有那种感觉，到最后就腻了。要是我走之前眼睛好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你们再带我去一次老干杯。干杯就可以了吧？我们那次吃的不是老干杯吗？老干杯贵很多。是啊，那肉有差吗？我觉得干杯的就够了。而且说实话了，我那么久没吃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已经忘记当初那什么感觉，所以也还好。就是干杯的就可以了。好啊，干杯啊！那我走之前再帮我约一下就好了。而且你如果先跟他讲，他会服务生会站一排帮你说，祝福 Edmund 同学什么什么，是吗？有啊，那时候你跟弟弟他们不是都去，跟别人他们去，你跟他们一起吃的。名字他还说什么祝福谁怎么样？什么鹏程万里？对啊。然后他不是还有什么青青五花肉，什么猜牛排重量的。对啊。我以为那是小干杯。那个就是干杯啊，那小干杯是什么？没有小干杯，只有老干杯。没有老干杯，干杯还有一个对应的这一个小一点点的东西。有吗？没有啊。有看到吗？这个杯子是有 key 感的，我真的不太喜欢有 key 感的杯子。你是什么？就是这杯子怎么了？这边有一个缺角，这边也有一个缺角。你转过来一点。你看到吗？我不行，这个我不行。对啊，这个是午餐的果花。你先吃一口，吃一口以后我吃。这个是花生冰棒，还好你的这个水杯没有气缸。这花生很浓厚的，不可能跟直接拿花生下去做一样，跟花生酱完一样。我们现在去看完《加拿大故事》的外套就，对，我们赶快去看《加拿大》，就去开车啦。重点是我想说阿妈那边在斜对面，斜对面。你有看到《加拿大故事》了吗？哦，是台湾会有人想要买《加拿大故事》吗？有啊，如果他要出国的话，那他为什么不出国再买呢？对啊。现在是。稍等一下哦。哦，好。因为都是一对一的服务。好。你的那个。你不用走我那一款，你走爸爸那一款呢、啊？我记得是风，不是这个。没有那个哎、欸，我想问一下我的保护的问题。好啊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这边的衣服的保护，我在加拿大的衣服在这边也能保护吗？你在加拿大的衣服，你直接在官网上面，官网上有一个 warranty， 在上面申请，他要去你家收件。所以在台湾也是可以做这个。店里不收的。哦，这边不收，在这边买的这边也不收，全部都是从官网上。OK。他的意思是全球各地买的 都可以在官网上面申请，然后可是虽然我是在加拿大买的，可是我如果现在在台湾要送洗，也可以从这边送洗。没有这个。哎，好像是，我看有其他颜色啊，它有啊，它有迷彩的吗？现在有，有啊。啊，那它 size 是怎么分？ size 就是 S M L。你这个可以试套吗？你穿看，然后你可以穿的话，它就可以穿了。好啊，要迷彩的是不是？你没有，你先试这个 size。
我的室友，你帮我说。我直接拿米仔给你吃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对，只是面料不一样。这个是 L 号的。嗯 ，L 哦，那我一定要穿到。你应该 M 就可以了。没有，真的。嗯，我 M 我应该要 XL 吧？不用，不用。真的吗？对，试试看。哎，对啊，我之前买的那件是什么 size 啊？我不记得了。你的肚子太大了，肚子太大了。所以这是什么 M 的吗？这是 L 哦。M 的话我应该拉不起来了。那你应该要拿 XL 的。我应该是 XL 的。XL 的话，你现在没有。看一下。所以它那它每个 size 一样价格吗？哦，不一样，它 size 越大它会贵一点点。嗯，没有没有，迷彩比单色贵一点。哦，是迷彩比单色贵，對對對，我还想说这个是两万块钱。哦，好吧，那没有 XL 的。没有 XL。那什么颜什么颜色有 XL？ 啊，我帮你看一下。你太好笑了啦！你 XL， 你今天是穿短袖，你如果里面穿毛衣，你要怎么扣？这个蛮大的。没有很像里面哦，可以啊，里面是可以的塞一件毛衣啊，可是再塞就不行了，就是像我之前那种洋葱的就不行啊。好吧，那你所以 XL 可以，还是你要 2XL？ 哇，我这个可能是二 XL 的 size 哦。你先减肥好了。对啊，如果要 XL 的迷彩的话，就是要等，还是说不会进就没有了？不一定，可以帮你看看国外。哦，那个就是要等就对了。对，好吧，至少大概到一个月，如果掉得到的